有个督察说，就是狗狗或猫咪呢，在刮刮乐上面绕三圈，提高中奖几率。有了，哎呀，算我看多少钱？你两个四九，啊，好中，中奖，中奖，中奖，你超过500,000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弟肯定才有鸡台，谢谢姐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耶！弟弟，是的。抱歉。Yeah! 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拍过一集《刮刮乐的都市传说》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没看过的话，可以先点上角看哦。这边有个都市传说，就是狗狗或猫咪呢，在刮刮乐上面绕三圈，对，就会提高中奖几率。去年我们印证了这个都市传说，对，我们相信，但是也有可能因人而异啦。我们是真的意外中蛮多钱。那这次我们一样，我们花了预算2000块，我们打算分散风险，不会买单2000块，我们买那种100、200、300、500都各买，抽2000块这样。而且这个我买那家刮刮乐老板很好，还特地让我们选，对，让我们选号码。好，那我们总共是买100块的3张，200块的3张，300块2张，还有1张500块。去年呢，印象是300块中比较多，所以我这次就一样多买2张，因为300我不知道什么正常几率比较大。这次我们一样都是选秀弟的生日的号码，对，秀弟带幸运给我们。那我们这次中了奖金额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这次呢，我们就要去吃尾牙。真的？我们要吃尾牙了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尾牙，我们从来没办过尾牙，因为我们没钱。去年说要办尾牙，然后都没有。而且如果这次刮刮乐我们中了100万的话，我们可以吃最好料的。那我们会捐钱吃尾牙，主要就是要感谢稀有弟弟这一年来的辛苦付出，还有帮助过我们的人，对，我们的公司啊，我们的片师都非常辛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。待会马上直接进入这个刮刮乐的时间。那看这边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小铃铛，还记得我们 IG 哦，一定要去找。弟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等下再麻烦你们了，好不好？这次让我们中大奖的话，我们就带你们去吃教父牛排。教父牛排果粉，果粉。好，那我们会再找厉害的同餐厅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帮我们中奖哦。好，那马上进入都市传说刮刮的时间 ，Let's go。Go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来实测100块，好不好？我买了3张100块，那这3张的号码有什么要讲的吗？我就是我自己梦到的数字，6、3、7、13。对，就我跟秀弟讨论的。好，来喽，来吧。我们的仪式要认真严肃一点，我们是真的要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中奖。弟弟，麻烦你了，好不好？拜了。好，100块在这边，准备开始中奖，中奖。中奖，买到了。对，然后这张中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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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奖。头奖是50万，给他看一下。头奖是50万，所以呢，有可能中50万哦。中奖，中奖，中奖，中奖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记者姐来刮，因为刚刚是你用的。好，3个100块 ，Let's go。Go。你的号码大过第二个，就是有一个一个啦。好，一个一个是不是？哦，很没有在刮乐的样子。好。然后我刮了第一个号码是23号，所以要23以上才会中奖。好，来了，没有，这个不用看了，看可以看。哦，你超过50万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哎，这个数字17啊，又没有了，17比19没有，15，21没有，有，13、14没有，没有，啊，没有。第一张共估正常了，第二张，好，接下来。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刮刮乐，我们都会再拿去彩券行再确认一次，让他 B 卡的。26，没有，26、28，18、23，都没有，真的没有哎。有了，一个，20比18，我们中，看多少钱？500，真的吗？20大于18，所以我们中500块，耶！100中500，超多的。好，我们去刮，去刮，说不定还有一个哦。212，好，没了，没有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开局就中了500块。耶，500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吗？我看不到。好，最后一个，100块，最后一张 ，Let's go。目前中500块。弟弟你好棒啊！弟弟让我们中500块，好棒哦。各位，17、11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呀，这多少？100块。100块，第二张中100块。哇，我们现在中100块嘞，好扯哦。13、14，没有，最后一个，有哎，14，大于十，多少？100，还剩200，哇，真的假的？一定我们回本哎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目前100块的部分是中了500加200，对不对？一百块中700，耶，好棒！但是100块这个有回本啊。
好，那马上来进入200块的刮刮乐，我们有三张，这是用秀来绕残圈，看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我们来那个绕一下刮刮乐好不好？你才中奖哦，来哦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然后中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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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奖。好，那这个是希尔刚刚帮我倒餐券的200块刮刮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拉斯维加斯。Let's go。好，看起来还是没有，没有一样的。哦，下一个要三个一样的。哦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都没有。诶，都没有。好，200块目前刚没刮的东西，那个是你的号码对这种幸运号码，就是要一样的对了。欸，每年最紧张最开心就是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说过年感觉就是要刮一下，这样的气氛。没有23的，共估200块飞了，没有，零元。哦，一张共估。下一个，好，那这个怎么玩呢？黄龙博，那我们就先刮对了，是这样吗？在这里。哦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就是刮下面喽。我看不懂。啊，各位，我们是刮刮乐白痴。1到14局对中任何号码，对奖金每一局计算为独立计算。200块第二张我们有点看不懂，那我们待会再给那个彩券行逼一下。第三张，好，这我就不用刮了。就说一定要中奖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加油，他说一定要中奖。让我吃好吃的。OK， 好像就是那种都没有的。感觉200的比较复杂哎。那目前200块都共估哎，600块共估。感觉200块比较难中哎。早上多买300就好了。好，那我马上来进入300块的部分。这次的我们让秀弟一起来转，一人转三圈。好，一来我们要读书传说。好，开始喽。300块两张。好，准备喽。3、2、1，中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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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换西乐，无奈的西乐，好不好？希望我们中奖哦。1圈。2圈，3圈，中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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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谢谢了，辛苦了。那我们就马上来个刮乐了。现在我们刮的300块是秀弟的生日，我们刮300块的，看会不会中奖。西乐，你想中奖对不对？现在可以让你吃好料哦，弟弟也是好不好？大家吃好料，中奖的话，你在看怎么玩吗？啊，这边是幸运号码是不是？应该有一样的号码就可以了。哦，249，他好像中300了，真的回本了，回本了。好，回本中300，耶，300块，继续第二张，真的要给你刮，给你刮才会中了，秀丽加持的哦，这个一定会中奖，对，什么有吗？18，18，300，要300块，300真的很容易中哎，就回本，200块全部拿去买300。好，那300块我们两张都是中300，中300，所以等于就是就把钱拿回来而已。对，就耶，谢谢秀丽弟弟，谢谢秀丽弟弟，让我们中300，300哦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来抽一张500块，这张是我们今天的最后的寄望。那我们让秀弟转三圈，那我们再加嘛，在秀弟头上再转三圈。对，就是加持 double 这样子。Go， 弟弟来，最后一次好不好，秀弟？弟弟来，麻烦一下哦。十中奖，两圈，三圈，中奖，中奖，中奖，一中奖，三奖，中奖。3、2、1，中一圈，中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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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中奖，中奖，中奖。好 ，OK， 我等一样给你刮，因为你运气比较好。哎，你今天刮全部中奖哎。对啊。来来来，500块。先看怎么玩，这个号码是我选。我们目前中了1300，一起还不错，1300哎，听起来不错。但是扣完没多少，好，目前都0元。是什么？三个相同的。好，没有，谢谢。这个是2000、2000、1000，没有，谢谢。这个500块连一个都没有。啊，你不是今年运气很好？对啊，可能前面都用完了吧。好，各位，500块都没中，都没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刮完了所有的刮刮乐了。我们刚刚算了一下，我们这次预算是花2000块嘛。刚刚经过我们都市传说狗狗绕三圈的仪式之后呢，我们这次总共是中1300块，亏700块，好像跟去年差不多。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这个300块，好像比较容易中一点。嗯，那个老板叫我买200块。
我们目前是100跟300中比较多，大家可以去买看100跟300的，然后可以选自己的生日或是狗狗的生日，然后用那个狗狗去绕三圈，印证你的都市传说。对，那今天秀弟应该也是傻爆了，想说 又跟去年一样来了。他说又来，就讲两个精神病院出来，这样一直拍下去，会不会有一年就真的中100万？那我就等到明年1月见吧。那这1300我们就拿来吃秀弟的尾牙嘛？对，尾牙。那想看我们吃什么样的尾牙，下方留言有没有建议的宠物餐厅？好啦，那今天谢谢希尔弟弟的都市传说的配合啦，绕三圈，他们呢满头问号，帮我上问号，砰砰砰砰问号。好，那也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。那今年2021我们要继续努力。那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影片呢？都可以下方留言建议我们哦、喔。那我们今天的呱呱乐都市传说就实测结束啦，我们觉得有用，对，就觉得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，你的宠物会带给你好运。就这样啦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好啦，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去开小铃铛，然后记得我们 IG 哦，追踪，期待，呀，拜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新年快乐。